女子开着野马在高速公路上，一看到后方有救护车，立刻加速行驶，期间不断按喇叭，甚至吼骂脏话，直呼自己开得比救护车还快，正在带领救护车，甚至嘲笑前面的驾驶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吗？他是没看到有救护车前方。女驾驶的身份是拥有一万多粉丝的网红，影片曝光引发网友挞伐，质疑她就是恶意阻挡救护车的人，根本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挡道还以为自己开道。对此，王美回应，影片是几个月前拍摄，当时她看到救护车时就切到中线，但救护车鸣笛两分钟后都没有人礼让，她才决定开到内线按喇叭。也想起自己以前跟家人因为坐救护车没有车要礼让，差点耽误就医，才会做出类似行为。如果解释后还是有人觉得有问题，一定会诚心诚意致歉，也承诺不会再做出这种行为。这位女网红的驾车行为在网络上仍持续引发讨论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